躁郁症啊，刚好又到了这个忧郁的这个周期。就是这三颗石头，一模一样的三颗石头。这样子真实的走一趟，真实的碰触之后，心里面好像有一种放心的感觉。这个岛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岛，然后跟我现在的生活连接的起来了。要挣钱嘛，这里呢就挣了钱你也花不出去，就存在这里，等了一年回去了就拿了一万多块，就这个样。哎呀呀，准定个沙发头，那定个头在卤锅上，这那走那里来就有人控制的。堆积起来的，你看这板块是一层一层这样堆积上来的，那也可以说是基隆整个都是一属于一个火山岩。拍摄基隆屿对我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什么样的理由让大家陪着我一起承受这样的折磨？是理念，还是信仰，亦或者只是想要经历一种不一样的生命形态？在高雄港西南方240海里处，已经规划为高雄市旗津辖区。岛上的沙滩洁净，岛屿四周拥有丰富的珊瑚礁，水质清澈，南国风味浓郁，是极适合海上旅游的据点。流行只为你，一切全为你。反正也无人看啊，讲个歹听啊，我
今仔伊若人也来吃对无？暗时啊，甲摔落海啊，拢自杀啦，嘛无人知啊，对无？公主小姐你要清光的也不是啊，您看嘛挂的看嘛挂风太来有怨讲袂挂，风太来有怨讲袂挂，是啊啦，人较早讲是是啊啦，红色的啦，这挂过一阵子啊，时间讲是无好来哦，因为大家在遐都已经习惯啊，吼，啊嘛正想要住伫遐。对啊，你遐囡仔，算遐石头啦、路啦，还是草啦，哦，骨头骨头这个位都骨完骨啊，这位啊，骨完骨啊，平平的迄个位，阮较早拢伫遮落遐咯，种番薯，种过去啊，牛背拿到东北风的时，冬天东北风的时，伊都牛背落去，牛背落去，伊都变倒过。啊，那迄个东南方的时，古尾就走到过来。你回来到故乡，双脚行伫故乡的土地上。你的心情真复杂，你的心肝头皮不菜，一切拢感觉赫尔熟悉。太可怕了，怎么要到这里了？我看到他了哈，我心里就有一点生气。什么地方不好，来来到我们这边？小丘那么险，一个岛那么险。今天的配电图不是刚刚说的，不是给我们乡公所看，不是给我们小丘的村民看，是给指挥官看，或者整个的，甚至我们说也不是指挥部运作，是台电本身它将来要运作的时候它需要的电力。这个是杨美德服装，它也是专拼之库，这个是人。那这个是我问清文啊，这个是你画水，他说这个是我的，他画我的脸好像不一样哦。本来这里很好看，都是白色的，红红的，很像。我说你怎么又改了这样画呢？那么好像不太像了。啊，静文就说，画得太像了，也是不像是个画的。